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爹！爹！周叔，没事了，睡吧。 周兄，可是再找这两个人，已经替你料理好了，回去睡吧。又是鬼谷，跟得倒挺紧的。朗朗乾坤，人鬼难分，带着鬼面的不一定是鬼，长着人脸的也不一定就是人。 谁知道呢？很识货嘛，这是30年陈的黄蜂。哎，我教你阿旭成吗？阿旭这19的功力，和我看人的功力有的一拼啊！来一口吗？就你这眼神，算了吧。 我看人可准着呢，我敢肯定，扒下你最外头这层皮囊，里面一定藏着个好大好大的惊喜。你不妨扒了看看，不急不急，早晚的事。 这世界很酷。